觉得它是让人头要出样的。欢迎吃醋哥。欢迎欧心水很多，欢迎欧心水很多。要人数是吧？把你插出去，在你出去之前可以先帮我把疑心过了之后再出吗？对啊，旁边是师傅，旁边是姑姑。小白马已被消息又用了禁言了。小白马不是有房管吗？那为什么会被禁言啊？小白马不是有房管吗？为什么会被禁言啊？好 ，Ricky， 情书，你们两个把小白马禁言了，你们两个把他禁言了，你知不知道他怎么给我过异性的？现在你们把他禁言了。他都没办法给我过疑心了，你们陪我的疑心。开车的是司机，开车是司机，我们路边打车的，打车的司机。你们陪我的疑心。刚刚小白马怎么给我过疑心的？集结我昨天就把他禁言了，他怎么给我刷礼物？他怎么给我过疑心啊？买不买你啊的？大舅哥开的是什么？不对，胡说八道，这不是还差十七个？根本还差十七个，这不是瞎胡闹？你就说姑姑就可以了。有什么用啊？可以帮我过任务、啊。你们帮我过就可以了，就是打集结。欢迎用户675，谢谢我用户904的火箭，是只有十七个，还有迷雾探索。哦、那有没有哥哥可以就是一起扣一下的？没扣的可以帮忙扣一下吗？877，感谢用户哥，谢谢用户904的火箭。我只能说无奈的说差71个。我的疑心真的差的不多了，大家可以一起帮我抽一下吗？对的，谢谢我用户哥，宝箱都不给你们，感谢用户哥的火箭。我们在直播间的哥哥们，可不可以一起扣一下集结啊？27个了，注销了。那集结扣一下。戒指只剩两个半卡，感谢姐姐。主播打开了军队，我要获得了黄金双倍卡。下期到了吗？到了。再坏了一句，为什么黄主播拉上你？黄总没钱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还差一直播，在我第一次表演之前可以给我听一听吗？小办法又没了。哎呀，别搞了。你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很烦人，因为不是我
说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待会再说。什么都听不见，我刚刚看到一个什么菜单，就是女性 SPA 的菜单，不可以在直播间展示的内容。去了，我们一会儿要上去了。感谢海远哥，一会儿我们要上去了。我一会儿回来，一会儿回来，我们要进去一个不能进去的地方。
对，开瓢盖，开啤酒。
拿着背包球拍互动，打一下互动。这种是小秀，如果说你想看比较大的话，建议去芭提雅。芭提雅的话，六九六九，还有好多好多。芭提雅秀比较多，游客比较多，团看秀主要去芭提雅看秀。曼谷的话，秀比较少。我开播时间不一定，就是我要以接单为主。实话实说。我要以接单为主，我要今年吧，今年我要冲刺 top 前十，我现在是 top 第十七，今年我一定要进前十，我的目标。富美岛还可以，比较好玩。你普吉岛好，然后的话，我推荐的话是向导，推荐向导啊、涛岛啊，一些比较小众的岛会更好一些。谢谢九七的超导矿石。差钱弹幕抽十个500，我找一下弹幕抽十个500，我给他设置好，找姑姑回来点个确认。他没下来吗？多久了，兄弟们？多久了还没下来？对，我在泰国这边租房，一个月租金700块钱人民币，我的是小平房。我住的环境不怎么样，我住的小平房环境不怎么样。6分钟了，我很想给你们看我的对面，我的对面都是比基尼女了哈。谁刷个礼物，我把直播间换成前置。算了，不管，别刷。消息了，我先回个消息，他们在。
个手机没带充光的手机，好热呀。哇哇哇，那边脱胸罩了。哇，千万别过来。对面脱胸罩了，千万别过来。他要是过来，直播间三个直播间都没了。对面刚才把衣服脱了。他们在上面看表演，我没骗你，我骗你，我是小狗。假发有点歪，12分钟。